直接跑了，就这个。我操！你他妈死了！没枪口，没出来吧？然后我再走看。我才不怕！我操你妈的雷！我前差点不想玩。哈哈，差点不想玩了，没事。打了呀，他打我这个。他是不是扔了个雷呀、啊？我不知道。他是不是扔了个雷？别过去。左边，大刀。我这边打一个，我楼上还有。我楼上也有人。楼上没有。哎呦，你都讲了！没事啊，别哭啊，不哭啊，孩子，没事。我俩，等会我拉左边，等我两秒。等不了，兄弟，他站着不动。三块那边，不要了，那不下去了。说了。啊！操！别逼了，搞他现在。不许伤害我鹿哥。打你了，鹿哥！怎么一个人跑去散心，鹿哥？一个人跑去玩不好吗？左边！操了，前三枪这么准，后面怎么鸡巴了呢？你快点吧！有点不尊重了，叔叔。